经历过去一年严峻挑战，大家都希望新年带来新气象。因为疫情关系，今年病毒应政府呼吁减少聚会，方便参与封区的公务员得以放假，过一个平静的春节。但是新春过后，鞭日再出击，各位仲要拭目以待。今年是牛年，港官都好似牛，牛精、牛颈、牛脾气。我相信以他们咁牛皮灯笼，牛年除非疫情自己玩够肯走，否则可以预期港官只会继续抗疫不力，救市无方。但是新年始终要有新希望嘅，先迪依家就喺度为大家带嚟抗疫曙光。想香港可以在牛年告别疫情，做法好简单。首先，众所周知，鼠年年尾港官玩到上晒瘾的突击封区，宣布自年三十起新春暂停。为了尊重港官病毒也收炉的逻辑，以及那一班力撑封区的政府忠粉，年日来竟然一粒有没有搞错啊？封区这么有效，竟然暂停的声音都没有。所以呢，港官应该紧急颁布，今年全年365日将会全部列作新春假期。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手段，就算这招到头来令确诊个案继续好像现在那根本没有明显变化，那至少全港市民都可以安心过一个平静牛年，全年不用担惊受怕，不知几时失惊无神封区检测啊。你们有没有留意啊？早几日新闻访问一位街坊伯伯，他说封区好啊，但都要封下半山区先得咯。你看这位伯伯几咁担心班港官再系咁一味揾弱势社区开刀做数，迟早被人话嫌贫爱富大细超，他才是真正体恤港官啊。那班政府忠粉如果有自知之明，块面神早红过利是封啦。咁当然啦，十二个月都是拜年时，具体细节点配合啊？哇，你哋真系唔熟港官点运作噶，唔系扮噶。港官从来做嘢都是不会有全盘计划的，可以说镬镬都是行了先再想啊。洗湿个头冇嘢抹咩？大不了咪跪咯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港官出粮出现金 ，cash is king。哟，使乜惊啊？新年食肥了，见山问责就有啫。当官的从来都不用问责的。好似陈肇始日前叫人想晚市堂食咧，就要装安心出行 app 啦。唔装嘅，商户负责记低姓名、电话。记者问商户边度有权查证客人有冇瞒报啊？港官随即打个圆场，起身走人。屎！港官真系做乜谂嘢嘅代言人嚟噶？有人嫌万一全年都系新蒸头，咁咪派利是都派到穷？得。先提醒你，第二招就是将原本小区围封的玩法一夜扩大至全港大封区，全民检测。啊？点解咁做啊？事关港官玩咗咁多次封区，除了头一次找到13宗个案，其余多次封区检测不是没有确诊个案，就是得嗰1宗2宗。知道班政府忠粉又会扑出嚟话。冇个案咪好咯，得一宗咪好咯，唔通几十百宗咁先好啊？得啦得啦，依家咪叫政府封啊封啊封啊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个封不如全封，全港大围封，全民大检测，以港官电边饭边饭借皮嘅特异功能，全港确诊数字将有望跌至5只手指数得晒，清唔清到零睇你制。唔试啊，笨啦！唔信快镜都信下啲数据啊，系嘛？只要疫情跌翻落去低位咯，咁系乜嘢社交距离措施都可以松绑咯。港官就唔使好似依家咁尴尬啦，一面继续勒令酒吧停业，另一方面有餐饮牌嘅酒吧继续卖酒，精神分裂到咧。当然啦，全港大封区，全民大检测。你照需要好有魄力、真正好打得嘅政府至咁做嘅，嗰啲唔敢勒令、霸出地盘群组嘅地盘停工强检，一味喺度头痛，唔系医头，而系走去收甲，一味喺度整色整水，
地盤爆疫，走去叫戲院、美容院、健身室等白立空租啦嘅政府，邊敢做啊？啱啱好生意，你就話兩個冇得開，夜晚唔開嚇。啱啱好生意，你就封鎖，咁啊，即係點啊？租又要照交。講開又講，好多人唔明點解政府揀初七人一先嚟放寬食肆堂食至夜晚十點呢？到時都冇新春檔期啦，定係港官經過漫長嘅談判，終於同病毒講好數啊？唉，先迪請你攞翻個月曆出嚟望下啦。初七數翻轉頭嗰兩個禮拜，正正係政府連續多晚喪玩封區嘅日子。封區對減低確診個案究竟係有用定係多餘？人一嗰個禮拜將會陸續揭盅。咁擺定個放寬食肆堂食到十點嘅後著喺度咯，到時公安爆到叭叭聲，正好攞嚟轉移視線。反正惹咗病毒幾時發到驗出確診，任噏嘅啫。咪有種講法話新冠病毒非常狡猾嘅，啱啦，最適合按需要攞嚟做藉口遮羞布。放寬食肆堂食到十點，先鬆一鬆，再睇心情。是啊，梗是看心情啦，都成年咁耐啦，边次有逻辑可言啊？到时再看心情，逐渐收紧又得，立即收紧晒亦得，执咗，恭喜发财。好啦，大家对于今集节目内容有咩睇法？是 like 搞错定食花生呢？投票话俾我哋知啊！多谢收睇。东方东网绽放光芒，东方报业集团同仁鞠躬。